排队吧，排队吧。好，我们来看准不准。我们这边有两个伤病，然后一个实力比较弱的队员。对面的三个选手都是 CUBA 的，其实就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比赛。浩哲大心脏，有时候打不开局面的时候有一个大心脏的，我觉得也非常重要。杨浩哲，哦，这边一记三分，哎，杨浩哲 three point。腰腹能力让我很惊艳啊！杨浩哲这边，这是刘佳宇的防守，真的厉害，真的强，很棒，身体素质很棒。我觉得可以。哇，速度非常快啊！解了一下，蹬不住劲儿，踩到脚了，崴脚了。因为他也有伤病，他说了他的跟腱断过，这个没有办法，这个也是竞技体育里面不可避免的因素之一。哎，两边的比分有点焦灼了啊！来一个，哦，还了一记，哇，这是这局意外惊喜啊！哎，越打 越打越激烈了。来一个。杨浩哲又回到场上，走路。他应该7.3秒，只落后一分。对，16-17，他们的球权嘛，时间流得很快的话，我们就没有机会。犯规，他很聪明，很聪明，很聪明，他要让他罚球，我们要犯规战术，让他们罚篮，他们才有球权。Thank you.
发球还很稳，刘树。五秒钟的时间，最后一次发球。赌他们那个发球不进，我们抢篮板再追分。哎呀，很聪明。还有时间，还有时间。只有三分了，赌一把，就是赌一把。就不可思议，知道吗？他的这个水平实在是太高了，一共出手六次三分球，只空了一个。我一看他的时候，我不是先想哦，他很会打球，因为他看起来就是比较 unassuming。可是比赛开始的时候，他就是打得非常非常好，然后一直得分到最后绝杀的时候，我觉得哇，他真的是。表现得太好了，我就准备好了。OK， 我觉得这不用说了，大家都知道，就对杨浩哲是肯定是发挥很好的，发挥很好。谢谢谢谢各位，我也想送，就是看你想选谁。好，来，我们把球衣拿出来。杨浩哲，请选择三位领队的球衣。因为刚才李峰那个给我抛球没有扣进，我想再试一次，因为我抛球。哦。因为在中场休息的时候，他给我那个抛扣了一个，我没扣进，然后想完成一下那个刚才没有扣进的那个愿望。哈哈。你的膝盖 OK 吗？ Yes。 好。那他能跳这么高，因为李易峰当时球已经丢偏了，那他一样接住，然后这就是灌篮吧。哇塞，我真的有人能跳那么高，我真的是惊到了啊！我觉得太厉害了，很想知道他在空中在想些什么，他能做这样的动作。我选择李易峰领队。
恭喜张浩哲获得晋级。我觉得我可以去激发他们好胜的那个心，我相信通过我的认真还是能够去帮助到他们对比赛的一些理解，对篮球的一个认识。我想告诉没有选择我的球衣的球员，你们真的是浪费一个很好的机会。我可以帮你们训练，然后进步很多，可是你们选李易峰。面试的时候我记得我说应该是周杰伦和林书豪多一点，完了之后上节目之前我看了动物世界，然后就被李易峰圈粉了，所以就确实挺喜欢的。漂亮，来继续。这里这里。好，来先介绍一下你们的队叫什么名字，来。高颜值组。我是来自湖南长沙的唐日辉。从小就喜欢被人关注，被人议论，成为焦点，挺好的。我很支持唐日辉，他又能表演，然后他实战也很厉害。小辉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接球的小前锋，能突闪扣这种，算是国内纯粹的接球手里面顶级的。好，谁想要跟他们 PK 的来举手。小唐，小唐，小唐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哎，没。喂，这边最弱。我选择这个队吧，我选择这个队吧。因为他是我的一个前辈，他既然向我们挑战，我觉得我应该给出我的 respect， 我必须尊敬他。哎，漂亮。导师好，刚刚小唐说我是他前辈，其实不是，他是我妹夫，他在跟我妹妹谈恋爱。哦，是这样子。那你要赢了，妹妹会不高兴。没关系，妹妹说了放开打。好，漂亮，放开打就对了。这有你，别人下不了手，知道吧？大家好，我叫张凯飞，今年18岁，来自黑龙江省哈尔滨市。你长得着急呀、啊？我现在是黑龙江省最强高中生。哦。张凯飞，他有外线三分，又有吨位，就是内线又有力量，很不错，又有身高，田野也很不错，基本功很扎实，经验老道，非常丰富，绝对可以吃定对面，知道吧？他们跟我们水平不是一个级别，我都已经想象到我拿到球衣那个画面。他们两个人都可以打你们，对，田野可以打你，对对对，田野可以打你，然后那个高个子可以打我，有可能，一定要协防协防协防，坚决放投了。对面的球队三个人都比我们高，也比我们壮，可能会打不过，但是我上场呢，我就会充满自信，就觉得来吧，反正都得打，输赢还不一定。这场比赛马上开始。